接着来谈谈觉悟的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清贫乐道。这个里面有高度的智慧德行，他了解宇宙众生体现是平等的，不但是平等，在大乘法里面讲的是共同的，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佛法里面常讲啊，明心见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彻底明白了。明白之后啊，晓得净虚空变化界跟自己是一个体。我们常讲啊，一个生命共同体。好比我们人生啊，整个人生呢是宇宙啊，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实际上呢，我们常讲啊，外面的环境是大宇宙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那个复杂的情形完全相等，要依照大乘经上讲呢，这个小宇宙不小啊，大宇宙也不大了，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这就讲到讲得更深了，我们这一个众生就像人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细胞啊，不同的器官就像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故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管怎么样不同，它是一体啊，一个身啊。譬如我们眼是一个族群，耳也是一个族群鼻又是个族群各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部分共同组织这一个身体细胞
无论在哪一个器官里面，都是属于整个身体的一分呢、啊。这一分是基本呐、啊。我们不能说，哎，我这个细胞做好，他们那个细胞坏了，我就不管了。能行吗？啊，我这个族群好，别的族群的时候我就不要管他了。啊，就好像我这个族群是眼睛，只要我眼睛好，耳坏了没关系，鼻坏了也没关系。殊不知啊，要命啊！啊，从这个比喻里面，诸位细心去体会。在这个身体里头，啊，要想这个身体健康，要大家通通好啊！我眼耳鼻舌身口样样都好啊！啊，每一个器官里面的细胞啊，个个都健康啊，这个人身体好啊，啊，健康长寿啊，啊，快乐无比啊。我们这个人在宇宙里头就是一个细胞，我能不管别人的事吗？我能不顾家庭吗？家庭是这个细胞最贴近的周边，那么你就晓得你有责任有义务把一家人教好，把一家人带好。儒家讲啊，做之亲，做之君，做之夫，儒提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所有一切众生，啊，我们讲做人吧，做人的基本义务，你要尽的义务啊，啊，做亲，你是做父母的，你要爱护你的子女啊。做君，你要带领你的儿女啊；做师啊，你要教育你的儿女啊。你有这三个义务啊！啊，这三个字，我过去曾经做过专题讲演。啊，一个人在社会上，无论你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是社会上从事哪一个行业，你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通通都有这三个义务。你要懂得怎么做啊！啊，公司里面固然老板要做到君亲师的义务，员工也不例外啊。员工懂得这个道理，啊，爱护我的同事，这就是亲啊！把所有同事看作自己兄弟姐妹，啊，自己在工作上做出很好的榜样给大家看，为大家做模范。做典型，这个就是君的意思啊，君的义务啊。啊，帮助你的同事，
教导他们，那就是师啊。希望你这公司从老板到最下级的员工，个个都第一了啊，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都能把他自己工作岗这个工作本分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能够与其他的同僚合作啊，互相配合，这个团体健康啊，这个团体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扩大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一佛如是啊。所以觉悟的人爱自己啊，爱家庭啊，啊，爱社会啊，爱国家了，爱全世界的众生啊。再扩大了是爱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刹土众生。他知道是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佛法里面讲共同一法身啊，哪有不爱护的道理啊？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没有条件的啊！佛表现给我们看了啊，一生他就尽到他的义务，做得圆圆满满，做亲、做君、做师。啊，没有条件的啊，有条件那是迷惑颠倒的人，是凡夫圣人，帮助一切众生，哪里谈条件呢？能这个道理呢？知道一切众生，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看到众生迷就像自己迷一样，看到众生苦就像自己苦一样啊，帮助众生帮助自己啊。啊，我们身上这个细胞看到这个细胞坏了，别的细胞要不要帮助它？同一体吗？啊，我们知道啊，左手这里痒，右手就帮他搔搔痒啊，你帮助他还要谈条件吗？啊，还需要有代价吗？哪有这个道理呢？啊，所以今天这个六道众生难在哪里呢？不知道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佛菩萨大圣人给我们说出来的话啊，我们知道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我是一体啊。我也常讲，也写了不少啊，送给同学们。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心是什么样子？虚空法界是自己心呐、啊，刹土众生呢、啊、是自身相啊，是自己的身呐、啊。啊，绝非身外之物啊！啊，这要认识清楚啊，要肯定啊，啊，那你就是入佛之见了啊，这是佛之佛见了啊。众生没有这个之见，要慢慢的来诱导他，来帮助他啊，
众生是执迷不悟啊，执着身世自己，自他对立，对立才产生冲突啊，啊，才产生误会啊。如果是一体，这个事情不会产生矛盾。啊，那我们如何帮助现前大众？啊，我们仔细观察他，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无论是中国、外国，啊，不论是哪一个族类，啊，哪一个宗教，人人都关心自己厉害的事，什么事情对我有利，什么事情对我有害。啊，要用什么方法我才能得到？啊，现在人得的是财富，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大家天天想的不都是这个吗？增的也是这个吗？夺的也是这个吗？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把这个事实真相讲清楚。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财富得财富啊！求智慧得智慧，求长寿得长寿啊！有求必应呐，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可是求要如理如法，这当中有道理呀，有方法了。啊，你要不懂道理，不懂方法，啊，你用你的意气去求，啊，用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去求。那个结果是适得其反，不但利没有得到了，害得到了。我们生活环境，哪一个人不希求着？啊，不向往安定和平、繁荣、兴旺啊，所以对于这些吉凶祸福啊，人人关心呐。啊，关心环境的吉凶祸福，关心自己的厉害的事。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教学，大家很容易接受。他能听得进去啊！最重要的，我在前面讲过，先要把自己修好。啊，利害得失，你看我缘害得利。趋吉避凶啊，我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呐。啊，所以我常讲啊，学佛的形象
非常重要。我们跟大家在一起，我们的形象要好，气质要好，这个外国人常讲的磁场要好，让大家见到你，接触你，就有好感了，对你自自然然升起敬仰的心，爱戴的心，羡慕的心，接着他就想跟你学了。那么现在一般中年人以上压力很重啊，物质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那么我们这个形象轻松自在，一点压力都没有啊，他就得向你请教了，要怎样能帮助我压力减轻。你要有能力教他了，教他最好的是形象啊。那么这个里面因果就非常重要了。我的形象是果报，果必有因。你要想要的好的这个形象，你要修善因呐。所以世尊为我们显示出32相80种好，每一个相好都是善因修的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业一定有恶报啊！必须要明了因果报应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事实啊。吉凶祸福，贫富贵贱，天堂地狱，那是别业。个人造的个人受啊，不相同啊。水灾、旱灾、地震、战争，这是共业。共业熟的时候，灾难就来了，很难幸免。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要体会到了，我虽然修得不错，别人修得不好，换一句话说了，我跟他就有共业。我要想免除共业，我一定要帮助他修好啊，岂不是啊？帮助别人就是真正帮助自己，帮助自己消共业的灾难，不可以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呐。真正希求得福
民户啊，首先你要懂得把自己的恶念消除啊，善念呢要增长啊。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观察之行啊，要行善呢、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所以一切时一切处，自己要勉励自己，还要勉励别人啊，劝人修善，把修善的好处告诉别人呐、啊，啊，自己修善得的果报，这是做证明啊。啊，我们在讲习里常讲啊，相随心转，境随心转，身体是最贴近的一个境界。心纯善纯净，身体一定健康啊，不会生病啊。病从哪里来的呢？病内有贪嗔痴慢啊，贪嗔痴叫三毒啊，什么毒？病毒啊，这三种最恐怖的病毒啊，你里头有啊，啊，外面呢？五欲六尘的诱惑，内外交感，你的病生了啊！这个是一切病痛的根源，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自己要断贪嗔痴。把里面的这个病毒消除，外面呢那个风寒的感染，你自然就有抵抗力了，有免疫的能力了，啊，不会受外面的影响了。消除冲突，祈求和平，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啊！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戒杀啊，决定不能杀生啊！啊，不要以为我大他小。啊，蚊虫蚂蚁很小，啊，随便杀它，它也是一条命啊。今天你大他小，你可以欺负它，死了以后要知道有来生啊，有六道轮回啊。佛在经上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仇恨越来越深，生生世世，你说彼此都苦，何必呢？啊，又何况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知道染污非常严重啊！啊，地球生病了，社会生病了，
尤其这些动物，啊，包括海洋里面的水族，啊，都带有病菌，啊，所以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你常常喜欢吃这些东西，你哪有不得病的道理呢？啊，所以选择素食，保护自己身心健康啊！啊，这是真正爱护自己啊！啊，那么对这些动物，你又真正做到了无微不食。无微不食的果报，健康长寿啊！啊，我们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也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健康长寿。啊，希望别人不伤害我，我首先不伤害一切众生，啊，种什么样的因，得得什么样的果报啊？那也许有人问：我以好心对人，人家以恶意对我啊！啊，这什么原因呢？我有没有做错呢？给诸神没做错。我以善心对人，是我在这里种好因，人家以恶意对我，是消我过去生中的业障啊。所以顺境善缘，长我的福慧也；逆境恶缘，消我的业障啊。人生在世啊，第一功德是要懂得化敌为友啊，如何能把我敌对的冤家对头啊变成朋友啊，化冤为亲，化恶为善，化迷为觉，化烦为圣。哎，这个就是圣贤事业的乐趣，他乐此不疲啊。啊，所以他的志天天在高啊。他的灾呀，凶灾呀，天天在减少啊！啊，真的是消灾呀，增福啊！啊，他怎么不快乐呢？心地到清净，清净一定的程度，会突破时空界限。它的活动空间扩大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般人这个活动的空间三度空间呢，它能够突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它的生活范围比我们大啊！它能够跟天地鬼神往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家讲，不同维持的空间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世间人眼光来看，哎，他们很了不起，他们能够牺牲奉献，舍己为人，这是世间人眼光看的。而且他们本人呢没有这个念头，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自然然。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一切众生跟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对人好就是对自己好，爱人是爱自己，敬人是敬自己，帮助人是帮助自己，一点都没有错啊。觉悟的人，他这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跟我们一般人这个观念就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生活这个世界，为什么？为我活的，为我，为我家人活的，这个心量很小啊。觉悟的人，我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界，是为一切众生活的，没有我。是为一切众生服务而来的，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起心动念啊，言语造作啊，念念都是为社会为众生，没有想到有自己，自己的心跟虚空法界合而为一，自己的身跟一切众生合而为一，不一样啊。这个身体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他会善用这个工具为大众造福啊，为大众消灾啊，怎么会去伤害众生呢？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知道一切众生心性本善啊，所以教学的目标没有别的，帮助他回归他的自信，回归他的本善。他的本善在啊，没失掉啊，只是他迷了，迷而不觉啊。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帮助众生叫破迷开悟啊。悟了之后，他自信的本善，自信的良知良能都现前了，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没有两样啊，所以叫心相近啊。佛菩萨教我们
消灾息难的方法。我们常常看到经典祖师大德教导我们，多念观世音菩萨，多念阿弥陀佛啊，于是我们就听到了天天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灾难消得了，消不了的没消掉啊。这样说起来，这佛在经上讲的话不灵了吗？不是佛在经上讲的话不灵，是我们错会的意思啊。为什么呀？我们的念口念啊，心里头没念啊。你看那个念佛的念字，念字是精心啊，你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真有观世音菩萨，灾难就没有了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什么？是大慈大悲。你的心是大慈大悲，哪来的灾难呢？啊，所以念佛那个念下的精心，你现在的心是大慈大悲，你现在的心是救一切众生的苦难，要救一切众生的苦难，你还能害众生吗？这叫念观世音菩萨了。换一句话说，用这个佛号啊，把自己的大慈大悲的心唤醒啊，唤起来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呢？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智慧无量的福德了啊。你要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德布施供养给一切众生，灾难才能消除。念佛号念菩萨名号你要会念，你不会念有口无心啊。古德常常说啊，心念弥陀口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你不会吗？为什么不会呢？你没有遇到了好老师教你啊，道听途说把意思错会了啊，以为口念就有效了。所以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一开头，佛就教我们啊，你要想学佛，第一桩事情从名思受戒啊。这一句话的意思，你要跟一个好老师学习，你要听这个老师的教导啊。名思不是名气很大啊，是他真正的明白事理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啊，这样的老师找不到，至少要有修有学学是解，修是行，要找行解相应这样的老师。
你就跟他学，就不会错了。啊，学习要全方位的学习。啊，你细心去观察，啊，老师心里想的是什么？啊，对于宇宙人生，对于一切人事物，他是怎么个看法的？从这里学。啊，处事待人接物，细心观察了，你才真正能学到啊！啊，然后他所说的、所讲的，跟他两个对比呀、啊。在这里头啊，你才能学到真的东西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啊，自己的矛盾冲突解决了，身心和谐、健康长寿啊，这是果报啊！啊，那么进一步帮助社会大众啊，今天对社会大众要用深度的感化教育啊，感化教育里头最重要的身教啊，啊，要有真的智慧啊，真的德能呢、啊？真的慈悲呀、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你才能感人，才能帮助人回头、啊、今天社会大众犯的什么毛病、啊、首先，这个从小养成一个错误观念，竞争。啊、那我们怎么教呢？我们教忍让，啊，那么社会大众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我们怎么教他呢？我们叫节俭。一直做下去啊！啊，要知道啊，三年五载收不到效果啊！啊，什么时候看到效果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回头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有明显的对比。啊，看到你智慧高，德行高啊，受到社会大众的敬重啊，啊，健康长寿啊，这最羡慕的。啊，今天的话说，你要拿出证据来给人看，拿出成绩来给人看。无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道德重要啊！啊，伦常道德啊，这个是对治先前社会病痛的一副良药啊！啊，所以我过去常常讲，啊，我学佛这么多年，许多人问我，
别是一些同学朋友啊，问我佛法到底讲的是些什么，我告诉他，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总的归结起来，给我们讲三桩事情。啊，第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天地鬼神就是科学家讲的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关系，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明白了，通达了，就叫你做佛菩萨。你要是迷惑、不明了、不通达，你叫做凡夫啊！所以，通达的人，他随顺事实真相，他不会犯错误啊。不明了的人，随着自己的贪嗔痴慢，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往往把事情做错了，招来的灾难啊！啊，灾难本来没有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啊，祸福无门呐、啊，为人自招啊，是你自作自受啊，这个没法子啊。啊，随印光法师常说，啊，真正学佛的人，学佛就学智慧。学觉悟啊，我们真正想求智慧、求觉悟，要从哪里做起呢？首先要懂得防止邪知邪见从这里做起啊。那当然，首先你要有能力辨别正邪善恶，你才有能力防止邪知恶见呐。啊，能防止你的真诚心。才能够保持，永远保持真诚啊！要立行道德啊，道是圣人之道啊！啊，圣人之道就是伦常。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对一切众生，要尽到自己的本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呐！自己这么做，还得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去影响别人。要知道，世间人啊，一成不变的好人少，一成不变的坏人也少。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可上可下了，可好可坏呀。所以，教化比什么都重要。
啊，中国，你看看这个古老学记里面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要想求消灾免难，化解冲突，真正落实和平，只有教育，啊，道德的教育，圣贤的教育，能够办得到啊！啊，中国古代帝王施政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把教育办好。他就成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